S.J 希澈遭爆跟台湾女生结婚，释然离婚了。Super Junior 演唱会。突记者叶整勋社。20001803.31。Super Junior 今3月31日在台北小巨蛋举办 Super Show 7演唱会，一连带来多首歌曲，新旧歌都有，使得1.1万ELF 粉丝名兴奋不已。他们暌违两年在公蛋开场，释然聊到昨天一到台湾，在前往饭店路上看到许多建筑物，被立刻推说想置产台湾。而希澈2014年与郭雪芙扮演假想夫妻，出演世界版的《我们结婚了》，释然就亏他没注意起了，笑得他大喊：“我是花花公子。”场面爆笑不已。 Super Junior 暌违两年登台开唱，立刻爆料刚刚始源要去饭店的路上，话还没说完就被他纠正是昨天，随后就说始源看见路上比起两年前多了很多建筑物，亏他是多久没来，你是想买吗？招架不住的他反亏希澈说希澈跟台湾女生结婚了，没住在一起了，惹得现场大叫，但希澈表情超无奈，释然在补枪离婚了，笑得当事人大喊：“因为现在公主们在前面，我是花花公子。”Super Junior 演唱会。突记者叶整勋社。20001803.31。他们换上灰色制服，一连表演了 Runaway, Too Many Beautiful Girl, Magic 等夯歌，立刻希澈、李生、神童、银赫、始源、东海七位成员也环绕现场的田字舞台与粉丝近距离接触，不论是自拍握手来者不拒，惹得全场尖叫声连连。Super Junior 演唱会。突记者叶整勋社。20001803.31。Super Junior 演唱会。突记者叶整勋社。20001803.31。Super Junior 演唱会。突记者叶整勋社。20001803.31。